风门穴出自针灸甲乙经，隶属足太阳膀胱经。风在此指风邪，门即门户，出入之处。由于本穴位容易受风邪入侵，是风邪出入的门户，并且可以治疗风邪引起的疾病，故名风门。中医有风为百病之长的说法，这里的风指的是风邪。风邪有外风和内风之分，外风是感受外界风邪所引起的病症，多由肌表而入；内风则是机体阳盛或阴血亏虚，不能治阳所引起的病症，多系脏腑气机失和所生。风门穴是足太阳膀胱经与督脉的交汇穴，是抵挡风邪的门户。刺激风门穴具有疏散风邪、宣肺解表的功效。感冒是经常困扰我们大家的一种常见疾病，而有些人抵抗力差，感冒会反复出现。刺激风门穴对于预防感冒有着良好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预防感冒的妙法，刺激风门穴。风门穴位于背部，取穴时先低头，这时会发现颈背部交界处的椎骨有一高凸，并能随颈部左右转动，这是第七颈椎。向下两个椎骨是第二胸椎，其下缘旁开约两横指，1.5寸，肌肉凹陷处即是风门穴。刺激风门穴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，用拇指的指腹按在风门穴的位置，然后深呼吸，在气止时用力深按穴位，缓慢吐气，保持6秒，然后松开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点按风门穴20到30次。按揉的方法也常用来刺激风门穴，用大拇指或食指指腹按压在风门穴的位置，然后保持一定的力度，进行旋转按揉，以局部酸痛感明显为佳，每次按揉5到10分钟。也可以采用摩擦法，用手掌大鱼际贴附于风门穴部位，垂直上下做快速的直线往返运动，使之摩擦生热，以穴位局部皮肤发红为宜。总之，风门穴是预防感冒的要穴，常刺激这个穴位能加强风门穴的功能。